那么这是我们的睡袋，这睡袋呢是可以在空中漂浮，我们睡眠的时候不分上下左右，但是避免磕碰，相对的有一点点的小固定。这是我们的，这是我的全家福，因为我们乘坐每一名航员都携带了一张全家福。这是我两次出舱之后套过的一幅小作品，也是我出舱后的感受，是准备给香港小朋友带过去的。现在外面是正好是白天，可以透过我的舷窗看看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现在我们是正好在海面上飞行，大家看得到吧？看得到。再往前走就是连接我们载人飞船的节点舱，也是我们的气闸舱，这里临时存放。